Hello， 凤凰网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。首先，我今天穿的是一个鄂尔多斯的这个羊绒的白色高领针织衫，对，然后并且外面搭配了一个比较极简风格的一个西装，黑西装，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很温暖，很保暖，然后并且又很有质感，然后搭配西装又有一种很正式的感觉，然后呢，质感中又带有温暖，对。单品的话，我其实会很推荐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扇系列无染色，对，扇无染色系列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它非常的，首先一定是保暖的，然后另外就是它很简单，然后又很好搭配，并且非常的环保，对。我最期待的还是今年就是2021年的这个秋冬新品系列，然后。并且也很期待，就是它会在这个沙漠里面的这个秀，它就会很期待，就是时尚跟这个自然的大自然的这个碰撞，艺术，然后纯粹，然后质感，对，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开成，今年我想那就多开，并且而且演唱会已经准备了三年多了，其实然后。那我会觉得还是想拿出一个有创新、有质感，并且很好玩的一个演唱会。对，提醒啊，我觉得大家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吧。对，这6天演唱会呢，其实每一天演出时长都会比以往要每一天要多出很多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体力上，我自己也在锻炼，所以可能我也希望来看演唱会的人也能够锻炼一下身体。肉食动物，吃牛肉，牛肉没有那么容易胖，对，而且要吃那个牛肉的里脊肉部分，对，一天没有工作的话，睡觉吧，就是好好的补充一下睡眠。国庆假期做音乐啊，对，因为我还要为接下来演唱会要排练，然后还要把专辑的音乐都做出来，对，威胁，6分吧。6分，我自拍真的很一般的，但勉强及格吧。从下往上拍。发色想想啊，粉色，因为我觉得还蛮跳的一个颜色。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，搜索订阅风视频。